对，就是靠近比较了解。那其实他除了靠近的是英国类似的，他的角色应该会出现在十号球，只要谁能让十号球拿进来，就会被赢得这一局。但是重点要看到号码排行啊，就是排名上最小的号码来进行。好，那比赛马上开始。这两位世界级的大师纽约师以及两位杀手赵峰帮其在常州轻功职业学技术学院的体育馆来为各位比赛这一场抢六十局。我们可以看到中间的画面，看到119啊，这个代表谁先打到第六十局，谁就是这场比赛的获胜者。那比赛将举行3天，每一天比赛最少打20局，到简单的讲就是第一天谁先达到第20局，那我们那天比赛的第一天比赛就休息，然后第二天谁先到40局比赛休息，第三天决出抢到第60局。我们看雷耶斯处理这个球处理非常漂亮，然后8中9少的力量打了一点，现在9号球打右下角底带，可能会正常来讲应该是顺杆走2库，或者是拉杆，我看角度，打底带之后再做10号球。好，结果是拉杆走3库，啊，旋转度过头了，哇，伤脑筋了。这个雷耶斯啊，这个。现场观众啊，一阵这个笑声啊，最主要雷耶斯表情很好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角度的10号球，好球，漂亮，不愧是撞球模式师。雷耶斯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从后面呢、啊、这几颗球虽然做的有点啊不够到位，最主要是球台是完全新的，而且是第一局的比赛，对选手来讲难免是会有一些在力道上不好拿捏，但是他后面还是非常精彩的 clean 掉第一局，目前比数是1-0，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满147为您现场直播的世界冠军大对决。我们比赛现场是在常州轻功职轻功职业技术学院的体育馆，为您带来这场非常精彩的世界拳王大对决，是由菲律宾的 Efren Reyes， 号称外号叫做撞球魔术师，对上来自中华台北的赵峰邦，外号叫做冷面杀手。那这两位选手他们的这个冠军啊，国际赛的冠军头衔可以说不胜枚举，那待会我们再为各位慢慢的介绍。首先我们看到雷耶斯这一次的开球没有任何球进，一号球打得到，但是要直接进可能有点困难，要么做防守，不然就是一传三，看要不要。好，张邦选择做一个防守，但是母球撞击到了这个五号球，他这个球打太薄了啊，应该是稍微厚一点，母球刚好闪过五号球，然后形成了一个利用五号球或者是八号球的一个吊球的一个状况。好，我们来看雷耶斯，他刚在比划这个应该是一号球要进底带。哦，这个球是非常高级的一个想法啊。在这边为各位来简单说明一下这个十号球跟九号球稍微不一样的地方。我们都知道这个九号球啊，九球啊，它的打法非常的简单明了啊。经过了这几年，大家有看到一些转播啊，或者是到现场看比赛都已经知道了。九号球就是撞击啊，桌面上数字最小那一颗球之后，只要有进任何一颗球，继续打击，继续进攻。那但是十号球它稍微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就是说你这个，如果说你打一号球不小心传进了三号球的话，那这时候在九号球它是可以继续进攻，但是在十号球它不一样，它是变成是对手选择打或者不打，因为它的要求就是说你每一颗球都要指定球指定带，不能有碰运气的情况产生。所以换句话说，十号球跟九号球来讲的话，它的困难度加高了一点，而且它的这个所谓的技术性更要求了。那刚刚张宏邦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吊球史努克，结果这个我们的 Efren Reyes 雷耶斯啊，他没有解到这个一号球，所以形成了一个犯规自由球。那张宏邦可以选择一十碰，那你就是要表明就是说我这个球要进十号球啊，这十号球特别的地方，那在九号球就不用呼带啊，这个我们称为呼叫撞击制，在英文来讲的话叫做 call shot， 就是 call 就是呼喊撞击制。好，张邦看了这个三号球，右边的三号球比较不好处理，所以他选择了一十碰一传九。好，我们来看这个球，选择一传九，一传十，好球。相当精彩的一传十，张邦在第二局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吊球，让雷耶斯产生了犯规之后自由球，然后来一个远距离的一传十，拿下个人的第一局。两局比赛结束之后，目前双方是1-1，暂时平手。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满147世界球王大对决，目前进行到第三局，前面两局的比数目前是1-1，双方战成平手。我们第一天的比赛是抢20局，也换句话说，也就是谁先到第20局，我们比赛就告一段落。那第二天是抢到第40局，谁先到第40局，我们第二天的比赛就暂时告一段落。第三天
就是定胜负了。谁打到第六十局，就是这场比赛获胜的选手。那我们的获胜奖金，这个冠军者有20,000美金的奖金，那第二名当然就是落败者了，那有10,000美金的奖金啊，所以这是球王级的待遇了，世界球王才有这种待遇。那有时候我们在讲啊，我们一般的球手啊都没有这种机会啊，即使第二名落败都还没有那么高的奖金啊。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比赛，那这场比赛是由百兴华府集团来赞助这场的比赛，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称为百兴华府杯世界球王大对决。那我们已经进行到第三局，还没有跟各位报告啊，这个先爱讲话的这一位球评是谁啊？我个人是来自台北的张明雄。那可能有些球迷朋友可能也之前有听过我在满腰四期的一些讲评。那如果说您是我们的新的朋友啊，那在这边简单跟您介绍，我来自中华台北。那这次广州亚运非常荣幸能够代表中华台北担任啊这个撞球队啊台球队的总教练。那个人从事这个撞球运动啊已经有20余年的了这个时间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张邦六座七做得非常的漂亮，是不是稍微有点直了啊？应该还是有点角度可以做一点调整啊，我们也可以说做一点修正啊。下一点左塞打进七号球，然后下一点左塞稍微母球弹出来到七号球刚刚的位置附近啊，这球稍微轻了一点啊，所以在待会架杆上会可能有点不舒服。轻推下来，母球直接往右下方走，就可以做到库边哦。他这个盾推非常高级的一个杆法。哎呀，我发现了，我们这个常州的，我们轻功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些朋友啊，还有我们常州地区的这个球迷朋友，非常的内行。刚刚那个八座九是一个非常高级的杆法，这个看起来画面上简单，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高级杆法。马上我们现场。观众就报以热烈掌声。好，最后的十号球漂亮，世界球王赵峰邦非常精彩，在第三局自己开球之后 clean table， 目前的比数是2-1，暂时领先。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满腰四期，现在为您线上的是百兴华府杯世界球王大对决。那这场比赛是由世界非常知名的两位世界球王赵峰邦以及菲律宾的雷耶斯。刚刚赵峰邦非常漂亮，在第三局开球之后 clean table， 所以第四局还是一样由他来开球。开球之后，九号球进左边的中袋，一号球很明显的要直接进攻的话，可能有点难。那他可以选择一传四，或者是打一号球母球去进四号球。四号球它特别的比赛规则就是要进的任何一颗球，基本上都要用呼叫制，英文叫做 call shot， 就是要呼叫撞击。那如果说你不小心进错球了或进错袋口的话，那这时候就是对手的选择球，也就是说对手可以选择打或者不打，这是十号球特别的一个规定。换句话说，十号球它要进球的要求就是不能用所谓的碰运气的方式啊，哪怕你是要解球要想进一号球也要跟裁判来告知。好，我们看刚张邦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防守结果， Efren Reyes 他这个取球
哦，这个曲球颗星截到一号球，截得非常漂亮，形成了一个简单的 save。好，张邦这个球看起来是没办法进攻，应该也是选择做防守。好，利用中间的球堆六三八十这四颗球来做一个防守，非常精彩。Efren Reyes，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球解球有基本上有三条路线，一个是左边啊，左边一颗星啊，哦，他选择要进中袋啊，一号球选择要进左边的中袋，他刚已经有跟裁判讲了，我们看他这个解球有没有办法解到之后再进中袋，差一点点，但是解得非常漂亮，解之后有没有机会再做一些防守呢？哦，这个球解得非常精彩啊，所以这十号球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世界级的水准。因为在九号球来讲的话，你解到一号球进任何一个袋都算合法的进攻，但在十号球要先呼叫，呼叫要解哪一个袋，所以刚刚 Efren Reyes 啊选择十号球要进左边中袋，虽然没有解得很准，但是已经是非常漂亮了，然后形成了一个防守之后，赵文邦再做一个吊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十号球啊，十号球比赛就可以看到高手啊的一个非常细腻的一个母球跟思路啊的一个表现。好，雷耶斯这个球没有呼叫袋口，所以他这个球没有打算要有解禁的欲望，只做一个解袋做防守，但是力量稍微轻了一点啊。十号球就是要看选手的母球走位跟他的一个包括防守跟进攻的一个细腻度啊，尤其在防守解球部分啊，大家不妨啊仔细的观察一下这两位世界级的大师啊，他们的一些思路跟他们的一些球路啊。好，选择中袋啊，画面上看得非常的清楚。好，打击没有问题，但是三号球有没有挡到二号球呢？看起来应该是没有挡到，打得到进得了吗？或者是二传四？袋口前面有个四号球，好，应该是还打得进哦。好，直接打进之后，哎，这个母球杆法稍微低杆了啊，在一颗星之后啊，碰到了左上角的七号球。让母球跟三号球距离稍微有点远，那这个球如果说接近直球的话，可能要下拉杆打三号球右边中袋之后，母球往回拉。好，张邦看一下母球待会打进三号球之后拉杆回去的一个角度。刚刚那球还不够直，所以选择拉杆一颗星啊，这个球打得非常漂亮，用一个非常轻的一个刹车杆法，四号球可以打进，就做到五号球。哎呦，这个球稍微有点打厚了一点点。跟各位观众报告一下，我们这一次的两位大师啊，世界冠军的一个对决比赛啊，我们这个现场的球台啊，它这个袋口是比一般呢、啊，我们现在亚洲联盟哦、啊、APPU 规定的袋口还稍微再小一点点啊，这是两位大师的要求了啊，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比赛、啊、所以他们在袋口上稍微要求要比较小一点，换句话说进球的难度稍微提高了一点啊。那当然我有时候跟他们开玩笑，在赛前呢、啊、昨天呢、啊、前天我跟他们两位开玩笑，这两位年龄加起来刚好100岁啊，这个袋口太小会影响你们比赛的表现，但是两位都非常有自信。好，我们看到至少目前看到赵文邦的表现是相当的不错，目前在进攻上还没有任何的失误。好，处理到八号球中袋母球，准备走三颗星做十号球打进。好，力量稍微轻了一点，第三颗星弹上来。好，十号球底袋
第四局十号球，看张邦可不可以稳稳拿下。好球，非常精彩。在第四局张邦有一个机会之后，非常漂亮的 clean table， 尤其刚刚的八座是三颗星。目前的比数3-1，赵芳芳暂时领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又回到了我们百星华府杯世界球王大对决。我们现场是在常州轻功职业技术学院的体育馆。那现在比赛进行到第五局，由张文邦开球，有球进。我们来看一号球连接球是一个呛手。好，我们看到这个现在马上把我们的这个拍球子拿掉的这位美女的裁判啊，长得非常的甜美，是我们特别邀请来自上海的非常年轻的优秀的裁判。郭文杰，这位裁判相当的优秀。好，我们来看张邦这个一号球之后，两颗星做到了二号球，二号球在右边，蓝色的二号球跟七号球非常接近，但是不受影响，它还是可以简单打进右下角底带。那这个球有点斜，所以可能要碰一下右边的颗星啊，下一点低杆回去，力量稍微轻了啊。因为他这个球做三号球，最好是做稍微直一点啊，因为刚四号球已经打进了，所以三号球打进之后直接做五号球啊。他这样子的话，五号球做球难度要稍微提高了一点，或者是他轻推，变成把五号球的距离做远一点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在讲做球二分法啊，就是说二分法，我们待会有机会有一个球型的话，我们再来说明一下什么叫做做球二分法啊。好，我们先看这个五号球能不能顺利打进右下角底带。好，不错哦，球王就是球王啊，这个两位球王虽然稍微有点年纪啊，张邦今年44岁，雷爷是今年56岁，两位选手加起来刚好100岁啊。那这也是我们这项运动非常特别的地方啊，他的选手的这个寿命相当长。哎，我们看张宏邦这个球做太近了啊，刚刚的五做六啊，其实我们常一颗球没做好，其实可以往前推，可能是前面的两颗球或前面第三颗球有出状况。我们刚刚有提到三做五稍微做二做三稍微做不理想之后，导致于三五六啊这几颗球都有点在修正，那这个六座七修正稍微不够精准，那两颗球很接近，我们要看它的出杆啊，不要两次击球。我们来看一下，哎呀，这个球是没有两次击球，但是它这个球产生一个什么情况？它打太薄了，它这个球如果打厚一点的话，这个球是顺利可以打进，而且可以不洗带的这种情况啊，顺利的下左塞做到八号球，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杆法跟路线，但是很可惜，席丹自由球给了 Efren Reyes。好，七号打进之后，顺利的简单做到八号球。好，我们来讲这个二分法，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九号球正常是会选择左边中带。好，我们来看一下，好，二分法的意思就是我们看这个九号球做左边中带，那十号球在下方，那换句话说，你母球要比较偏上面一点点。打进九号球之后，母球往下走，这叫二分法啊。那他这个球因为还是在偏另外一边，所以他二分法错边，他下左塞来推杆修正，但他这个球力量太大了啊，
而且角度也做得太大了。最主要是雷耶斯可能还在抓这个球台步跑的这个路线跟速度。好，我们看这个十号球还是打进，非常精彩。球王就是球王，虽然这个十号球做的稍微不是那么很理想，但是还是顺利打进。目前的比数是2-3，那最主要这一局的这个比数啊，本来是有机会的，张邦是4-1，最主要是张邦的这个做球上面啊，刚刚产生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甚至于是洗蛋，让雷耶斯有这个好的机会拿到个人的第二局，目前比数是2-3。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场为我们服务的这位非常年轻优秀的女裁判，是来自我们上海台协的这个新晋裁判郑文杰。那在我们内地啊，这个优秀的裁判非常非常的多啊，尤其最近我们看到啊，这个在沈阳的世界杯或者是上海中国公开赛，我们都可以看到来自啊这亚洲各地，尤其在两岸啊的相当优秀的年轻的男女裁判非常的多。好，目前进行到第六局， Efren Reyes 刚刚拿到个人的第二局，也就是我们这场比赛的赛制就是胜者冲球，胜者冲球啊，因为他们抢的局数非常的长，三天要抢60局，所以我们采用胜者冲球啊，落后的选手才有机会往上继续往前追啊，这是一个比赛大家特别跟精彩度的地方。那当然有些重要比较重大的这种国际锦标赛的赛制，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沈阳世界杯啊，还有中国公开赛，那还有刚结束的这个广州亚运啊，一般这种赛制啊，大部分在比赛当中都会采取啊这个轮流开球啊，轮流开球。好，刚刚雷耶斯没有打开球，没有进任何的球，所以赵梦邦选择打一个 push， 他做了一个等于5-7，让这个待会四号球比较不好处理。那雷耶斯选择要来自己打，有可能会选择做防守。我们看雷耶斯的防守，母球往下走，希望利用中间的球堆来形成一个吊球。好，现场给予掌声，这个球打得相当的不错。十号球就是要攻守兼具，而且是要攻守分明。好，张邦选择了一颗星的解球，解到之后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形成一个 chance， 有。选择用左手来出杆。 Efren Reyes 现年56岁，他的外号叫做撞球魔术师，他成名相当的早啊，他早在20几年前的时候第一次去美国展开他个人啊这个国际赛的一个旅程啊，我觉得他有一个非常算是非常温馨的小故事。他刚去美国的时候，他们当地的菲律宾的这个在那边工作或者在那边读书的一些年轻的菲律宾啊朋友啊，这个很喜欢打球。因为在打球上面了、就是可能在技术上不如啊，当时不如美国人，输了有一些钱啊。结果后来 Efren 跟他们不认识，但是知道这种情况， Efren Reyes 花了大概半个月到一个月时间呢、帮他们一一的把这个把他们输去的钱呢、给赢回来了啊。最后他还把这些钱都还给这些年轻的这个菲律宾的当地留学生跟一些在那边打工的啊一些比较辛苦钱的一些朋友。这件事情在菲律宾后来传开了，所以他再加上他的因为球技相当优异啊，在世界各国拿了非常多的国际赛冠军啊，总共拿了40几个国际赛冠军啊，所以大家都认为这个 Efren Reyes 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可以说非常照顾菲律宾的
一些球迷朋友的一位球王啊，那他这个故事一律流传了二十几年，大家都对他这种球王风范啊，这个可以说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们来看 Efren 刚刚非常轻柔的两次的这个做球，做得非常漂亮，尤其刚刚的四号球打得非常漂亮。六号球选择右下角底带六做八，八号球可以选择中带。我们看一下右赛走两库做到了左边中带，非常漂亮，母球非常细腻，力量稍微过头了。这个可以选择刹车球，八号球打进左边中带，母球稍微有点刹车的味道，或者是下一点中杆，然后母球往下走跑颗星。好，选择母球往下走跑颗星，不错，非常漂亮。所以我们要看球，就是要看他们的母球啊，跟他们思绪。好，这球选择直接拉，漂亮。看 Efren Reyes 魔术师的打球，可以说是一种享受。好，第六局。十号球 Tempo in 漂亮，目前的比数3-3，非常的紧张刺激。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各位亲爱的朋友，这里是满147，在常州为您献上了百星华府杯世界球王大对决的比赛。这个比赛非常特别，我们大会特别邀请了两位世界级的球王，也就是有冷面杀手之称的赵芳芳以及魔术师雷耶斯，来自菲律宾的 Efren Reyes。 那这场比赛我们是分为三天的比赛，每一天抢20局，换句话说，第一天谁先到第20局，那我们比赛就暂时告一段落，然后第二天继续下午1点为您再开赛。那明天谁先到第40局，那我们比赛就先休息。那第三天，那就谁先到60局，就是获得这场比赛的优胜，优胜者可以获得$20,000的奖金，而落败者获得$10,000。我们来看一下雷耶斯这个球。哎呀，这是非常少有的一个严重的失误。他这个球是要做一个非常细腻的一个防守，走两颗星，母球球两颗星，结果防守的太大意了啊！这个球变成母球洗带，自由球给了赵芳芳。我们这场比赛是采十号球的比赛，十号球跟九号球唯一稍微不一样的地方啊，当然多一颗球了啊，那另外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是每一次你要进球都要指定带，也就是说你要直接进球，或者是要传球，或者是要灌球，也就是所谓的翻带的话，你都要跟裁判告知。那我们在九号球是不用的，只要有进球就继续进攻。那十号球你进错球或者进错带口的话，它是属于一个就是不是一个合法的一个进球，但是不会犯规，但是会有一种判定，就是选择权在对手选择打或者不打。我现在比喻来说，现在赵芳芳要打二号球，如果他进错带了啊，他本来要打左下角，但是进错别的带口了，结果三号球是形成一个掷掉的话，哇，我这个例子举得也太好了啊，这刚举完他这个二号球就没打进啊。好，我这样讲好了，比如说他二号球进错带，那现在三号球是一个吊球，那这时候雷耶斯就选择，正常来讲他会选择不打。那如果说赵芳芳的二号球进错带了，
三号球是一个很好打的呛子，那我想雷耶斯要选择打是合理的一个选择，所以这是十号球不一样的地方。那他的目的就是说，让这个运气的成分降到最低啊。那换句话说，十号球他在技术上的要求，还有在一个难度上的要求，都稍微高于九号球。好，我们来看一下，刚刚张文邦二号球留在洞口，当然是很简单打进。雷耶斯做一个跑两颗星，做到了三号球，三做四啊。这个四号球因为有这个八号球的阻挡，所以这个四号球要做得非常的到位。哦，这个球非常漂亮。我们看他刚刚的拉杆哦，细腻度非常好。好，再来一个顿拉啊。各位朋友，如果听到顿的这个字，就表示说他第一时间要非常用力啊。顿拉的意思就是要稍微在碰撞之后改变一点点的角度啊，我们就称为顿拉啊，或者顿推啊，或者是顿杆这样。刚刚的一个顿拉做到了中带，那现在我们看到七号球、八号球可以选择右边中带或右下角底带，看他选择了右边中带。刚刚的七做八是下一点中杆，母球下左塞。好，九号球可以做很直，也可以稍微有点斜，啊，看样子是做有点直，所以它可以直直拉回来。如果母球回到现在原来的位置的话，是一个相当漂亮的位置，可以打十号球。哦，这个球打得稍微有点惊险啊，插板得分。好，十号球，第七局。Efren Reyes 来自菲律宾的魔术师，最后的 Tempo 好球，非常精彩。七局结束之后，双方的比数是4-3。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的百星华府杯世界球王大对决。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回到买147百星华府杯世界球王大对决现场。我们比赛现场是在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的体育馆。那这一次非常的高兴啊，能够在常州这么美丽的一个城市啊，来举办这场比赛。尤其常州啊，这个可以说地灵人杰。我们来到现场之后，大家工作人员都说，这个真的是大陆各地方之美啊，可以说是啊，让我们大家第一次来到常州都感觉到非常的惊叹跟惊艳啊。那待会我们再来慢慢说到。那我们看到第八局啊，这个雷耶斯这一次的开球有进球啊。两位选手目前来讲的话，开球进球率啊，雷耶斯稍微比较没那么高，他已经有两次开球没进了。那这次难得开球有进，但是连接球一号球是一个吊球，所以他应该是会选择打 push， 轻轻摸一下九号球。一号球是看得到也打得到。那我们看赵峰邦先过来看一下这个球，一号球要进攻一般来讲是不太可能，所以他要看一下防守的路线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他应该会选择不打，让雷耶斯来打。不过这个球选择打是比较稍微合理一点，因为可以打一号球的右边了，母球注意一下，不要去撞到右边的中带的脚，或者是洗右边中带。那这样子可以做一个两颗星的母球到三颗星的母球一个做防守。那当然你要有把握了啊，所以有把握就是说你这一号球要打得还蛮薄的。如果没有把握的话，就还给雷耶斯啊。那十号球啊，这个90%的规则跟九号球是一样的，只有呼叫撞击啊，就是
我们来看雷耶斯，他这个球打稍微厚了，哇，也是非常漂亮，好球好球，哇，这个球的右塞旋转度够，他杆法也够漂亮，所以选择了走了四颗星，做了一个吊球，吊到了赵峰邦。好，赵峰邦马上短杆跳球，指定右上角底带一号球。这场比赛第一次，两位选手第一次短杆跳球，我们来看怎么样，有没有机会跳进，跳到整颗没有进。刚刚如果不小心进了右边中袋的话，是属于这个我们叫做违例的进球啊。那违例的进球没有犯规，那是让对手来选择下一颗球打或者不打啊。所以这是十号球跟九号球最不同的地方。那当然没有进球，换对手。张邦留下了一个 chance 给 Efren Reyes。好，Reyes一号球打进之后，打到做到二号球。哎呀，这个球他要做非常细腻的一个母球的一个中杆，我们也可以称为钝杆。结果打太薄了，留下了一个 chance 给张宏邦。这个高手难免啊，会有这个失手的时候啊。好，我们来看张宏邦这二号球打进，应该问题不大。二座山需要有一点比较力道上面拿捏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球哦，他可能要。只要弹颗星之后稍微弹上来一点点就好了，做左上角底带，那或许他刚希望弹稍微用力一点，不要碰到六号球，然后第三传十都有可能。那无论如何他这个球刚好做到不上不下，不过还好是怎么样，他没有形成吊球。那他母球有没有要去拿十号球？应该有要拿十号球。我们来看母球拿十号球没有，差一点啊。不过这个球拿十号球是可以理解的啊，因为没有打进的话可以形成一个吊球或长距离的 safe， 但是他这个球打三号球稍微厚了一点，他刚打这个三号球如果薄一点的话，这个十号球进球的机会就大了。那因为打太厚变成十号球碰撞的角度不好，留下长距离。我们来看 Efren Reyes， 哎呦， Efren Reyes 想说长距离是你说的，对我来说是短距离啊、哦，这个三号球打得非常漂亮啊！打进之后母球还两颗星做到了五号球，所以我们看到这位啊，年过半百了，现年已经56岁的 Efren Reyes， 这个球打得非常漂亮。不过以我们这个中国人的算法的话，其实他已经是57岁了啊。因为他是1954年出生的啊，那我们都知道现在已经年底了，他一定基本上也是满足啊，足56周岁了啊。那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撞球啊，它非常特别啊。这个台球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选手的寿命非常长啊。我相信从第一局看到现在的各位朋友可以看到。这个不仅是张文邦，我们看56岁的 Efren Reyes 啊，你看他这个母球的细腻度，还包括他的准度的表现，还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犀利啊、哦！所以我们这个台球它的特殊性在这里。好，在我们很快介绍的过程当中，他已经来到了十号球了，漂亮，好球！第八局结束之后，张文邦又一次的失误。让 Efren Reyes 拿到个人第五局，目前八局结束之后，比数来到了5-3。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那我们这一次我记得
好，欢迎再回到我们百姓华府杯世界球王大对决。我们这场比赛是在常州，非常优美的一个城市。好，我们来看进行到第九局，目前是由老球王 Efren Reyes 5-3暂时领先年轻的球王张邦。啊，当然相对于来比，他是相对的年轻了哈。有时候我们开玩笑都已经年过四十了啊。所以在这边，我们再再的说明到，我们这个撞球，我们这台球呢，选手的生命非常非常长啊。好，这边二号球薄进中母球，走一个直台啊，也可以称为横台，横台走两颗星，利用十号球来做一个阻挡，做到了三号球。但是因为母球在颗星边上，在出杆会有点不舒服啊，所以我们来看 Efren Reyes 仔细端详，这个球如果要专心打进是问题不大啊，那母球只能很自然的往上走，做四传九，或者是现在就做防守了，做防守，哇，漂亮。所以我们刚才有讲到，打这个十号球你一定要攻守分明啊、哦、其实包括打九号球也是啊、哦、你如果认为说在进攻上有困难的时候，你就不要去做一个侥幸的心理啊、哦、就是说先打进再说吧啊、哦、你就是可以考虑做防守的一个这个方向去思考。所以刚 Efren Reyes 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防守，然后看赵邦截到，他也没有呼叫，也没有call shot，也就是说他没有去呼叫说我这三号球要进哪个带，换句话说他这个球只要做一个解球的一个防守，但是没有防守好，形成了左边中带的呛死给了 Efren Reyes。 Efren 打进，在前面四局比赛结束之后，张邦是3-1领先两局，结果没想到后面啊这四局啊，张邦都因为个人的失误还有 Efren 的非常优异的表现而变成了3-5的落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抢这种局数非常长的比赛啊，这个选手的这个耐力跟这个所谓的细腻度，包括这个心态要非常好。好， Efren Reyes 这个球下左塞第一杆走两颗星，我们看到他母球非常细腻，在中带前面碰颗星啊、哦、所以在这边跟各位朋友再来提醒啊、哦、温馨的提示啊，这个我们看两位选手就要看他们母球走位啊、哦、我们透过满147的荧幕看得非常的清楚，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画面可以提供给各位。好，现在七号球打进之后，八号球母球大概在中间靠左啊，中间附近靠左啊，差不多这样子。那这个球可以下低杆走一个三颗星啊，看角度下低杆走三颗星，母球到左下边左下方啊，好，没问题。好，力量稍微轻了无所谓啊。十号球进，非常漂亮。Efren Reyes 非常漂亮的一个防守，让这个张邦三号球没办法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带做防守，而让自己有一个很好的机会。三号球打左边的中带之后，后面的球可以说是照他自己啊所规划的路线，最后的九做十三颗星做到十号球，目前的比数是6-3。哎呦，对张邦来讲要小心了啊。因为这个前面的气势看起来张邦是相当的不错，本来有3-1领先的这个优势，结果没想到后面这几局啊，张邦都是因为 Efren Reyes 啊非常精彩的几次防守，再加上个人呢、啊、在一个进攻上的失误啊，就比数一下子就拉开变成3-6。那我们这场比赛是非常特别的，抢60局，谁先到60，可以说是一个马拉松式的比赛。那当然这个抢60局不可能一天打完了，一天打完这个不要说他们选手累了，我们当球评的大概讲的也很累了啊、哦、那当然更累的可能是现场观众。所以我们分为3天的比赛啊、哦、那第一天谁先到第20局，我们就现场休息啊、哦、让选手自己去调整啊、哦、或者是晚上可以再去练球啊、哦、
想一想说第二天要怎么应付后面的比赛。那第二天也就是明天，谁哪一位选手先到40局啊，那我们比赛就暂时告一段落。第三天也就是21号就打到第60局，也就是分出胜负。然后我们后面两天的比赛都跟今天一样，也是1点准时开赛。这场比赛是在常州轻功职业技术学院的体育馆为大家来举行的啊。Efren 这个球选择倒钩这个防守的这个杆法，最主要这个球是要看他的观念啊。这个球他稍微打的力道大了一点，那这个倒钩的这个所谓的这种解球啊，不直接打，用倒钩的方式啊，他的条件基本上就是要打那个目标球，大概离核心要刚好一颗球左右，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哎呀，这个球危险危险了，这个母球危险呐、啊！招邦可以说啊，屋漏偏逢连夜雨啊啊！这个我们常讲说，这个运气不好的时候，我们喝水都会塞牙缝啊。这个球其实啊，这个路线啊，要洗澡这个还真难，所以有时候故意打还没办法有打得这么精准啊。下低杆要走3颗星，结果母球洗澡可以说那球形又更简单了。尤其是我们看 Efren Reyes 啊，前面那几局啊，在这个攻守上面，尤其在进攻上面啊，他可以说是非常随心所欲，现在手感非常热啊。所以赵邦刚刚的那个失误，可以说在这一局来讲的话，可能又是 Efren Reyes 可以拿下来。那我们这场比赛，我们刚刚讲到每一天啊，就是有一方先到20局、40局到60局，第三天结束。那另外还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现场的一个大会所的考量到两位选手的一个体耐力，那所以我们在加总啊局数，两边加起来10局，每10局就休息5分钟。也就是7比3或17比3或17比13啊，每10局就休息5分钟。那当然，因为是马拉松式的比赛，要让选手休息，还有现场观众休息。最重要是要让这个我们这个荧幕前面的我们的亲爱的朋友，你们也要休息一下，对不对？这个上个厕所啊，吃点东西啊，好好的欣赏两位世界级选手的一个比赛。好。非常精彩 ，Efren Reyes 在个人的第7局又拿下了，目前的比数7比3。好，我们休息几分钟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百姓华府杯世界球王大对决的现场。